消费88吗？那个续保用不到，可以跟我要跟我交换吗？可以要求我做一件事。还有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是你希望我做什么都可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什么资产与屁股大戏，和 Seven Eleven 于7月5号至7月18号举办了续保满额送的活动，每笔消费达88元。即可赠送续保一份，最多10份，最大奖赏是49000元的霹雳布袋戏电视版墨一支。你想要吗？我想要。那你是不是很少去 Seven 呢？那怎么办？今天我们要挑战0元10抽，0元10抽。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！ OK， 非常好。这个大挑战系列，我们刚刚询问了店员哦，对，他说里面比较不方便摄影，啊，那外面的话是可以。然后我们刚刚先知会他一声，对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我们大挑战，这个真的是大挑战。现在我看到，交换做一件事情，当然是能力许可了，在不违背善良风俗的条件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标题叫做“虚宝换愿望”，好不好？虚宝换愿望 ，OK。还要虚宝换愿望哦，干，好尴尬，他妈的！我们要换至少10个愿望。有路人在看我，虚宝换愿望哦，有买88元可以换愿望哦，啊，虚宝换愿望啊，虚宝换愿望哦，啊，有没有消费88元啊？这个，他妈的，这真是大挑战啊，各位！虚宝换愿望哦，来哦，虚宝换愿望哦，来哦来哦，虚宝换愿望哦，虚宝没有人，这叫个屁啊！虚宝换愿望哦，有送虚宝对不对？单笔消费88，还有送虚宝。啊，如果你没有玩神魔，那个可以跟我换，看你要，啊，我帮你做什么。对，应该有嘛，他刚刚应该有送嘛。哦，我们大哥应该是有意愿哦，有意愿哦。对，他是不是有送一个？我看呀。哦，这个。啊，你要跟我换什么？不是，啊，你可以要求我做一件事啊。不用了。大哥，这样不好意思呢，谢谢你呢。我们遇到好心的大哥了，非常好，大哥感谢您，非常好。用不到的续保可以换愿望哦。我们终于得到第一个续保了，非常好，感动啊，感动啊，谢谢姐姐。我们看到这个世间，他说不用free 的你看看，非常好。第一张，不能拍给你们看，不能需要都露出去了。啊，消费满88送虚宝，用不到可以跟我换哦。用不到的话，消费。你有消费吗？你有88吗？你有消费满88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我是一个游戏实况主，我热爱游戏，我喜欢游戏。啊，我身为游戏人，此为游戏鬼。I'm gamer， 笑一定很多人这么觉得，这是经过的吧，就不特别打扰人家了，基本上每个经过，要是我看到这个啊，谢谢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一定是这样回答哈。但是我可以体会这种情况啊，如果真的我有像阿伯啊，阿伯口香糖我会买啊，对啊，那个喜安的那个我也会买啊，一个饼干对不对？你不是没钱买罐饮料就有东西了。挖不下去，做工艺有这么难？你妈妈的嘞！做工艺有这么难？有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几十块的东西，你这样挖不下去？有，谢谢。平常有看你的影片，可是因为工作问题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一直追直播或者是线上。他说，因为我影片有那个 VOD 可以看的。VOD 对啊，有空的话可以。对，可以。看一下。可以换一个愿望，你有没有想要我做什么事？
跟你合照一张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 ，OK 的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谢谢谢谢。来，我这边跟你照一张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非常好，我遇到粉丝了，哇、啊，遇到粉丝，我好感动，要拿到第二张了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很有心，他说没有时间呐、啊，没有时间，不是不晓得，他搞不好还特地把虚宝让给我哎、欸，真的啊，感动啊，感动啊，第二张了，哎、欸，有消费88吗？耶、yeah, 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、欸，要需要我帮你做什么事吗？不用谢谢，我有在看你。啊，是哦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哦，我没有第三位了，这个算是观众还是粉丝的，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做一件事哎，不用客气哎，真的，谢谢、啊、，Thank you Thank you， 真的啊，看看，我们拿到第三张了 ，Very good， 谢谢啊，小心骑车啊，拜拜，辛苦啊，不容易啊，好感动啊，我好感动啊，第三张啊。哎，有消费88吗？哎，谢谢。哎，可以要求我做一件事情哎。你要叫我上镜头？啊，你说怎样？你要上镜跟你直播，我没有。哦，不要上镜头的。啊，有要我帮你做什么事吗？没有。不用啊。不用。谢谢。哎、啊，那我这影片，你的脸可以露出来，还是不要？因为我没有化妆。好，那就不要露出来就对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非常好，我们漂亮的小姐。get 第四张了，是四张吗？我想应该是四张。消费满88即送虚拟宝物，用不到可以跟我交换一个愿望哦，一个愿望哦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假如有消费88用不到的话，他有送那个虚拟宝物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在做大冒险。对，如果你用不到的话，一张，就掉两张。啊，是哦，这么可惜。哇！丢掉两张啦！哈哈哈，丢掉两张，我没有来啊！早点来，我就 OK 了。两张哎，你知道这边站半个钟头，可能一张都不到哎。消费满，哎呦哎，这是需要吗？对，谢谢。哎，有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？对，可以要求我做一件事情这样。不用了。不用。谢谢你，谢谢美丽的小姐 ，Thank you。看看人间四处有人，感谢你。早一点遇到你，我就多两张了，对不对？早一点遇到你，我就多两张了。嗯，对。我早一点不在这边买，可能也未必有。哦，也不遇到他。好，缘分缘分。谢谢。小心骑车啊。拜拜。非常不错。嗯，我们美丽的小姐有没有到？那美丽的倩影，我们今天收集到第五张了。第五张了，有消费88吗？那个虚宝用不到，可以跟我交换吗？可以要求我做一件事。哎，不知道啊，就是你希望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可以上镜头嘛，哈。不要，那我到时候帮你遮起来，好不好？你会捐款吗？捐款，我平常有时候会捐。都捐多少？不一定哎，上次地震的话，我捐。1000块吧，不多啦，但是依自己能力许可去做啦，依自己能力许可去做。如果你现在去捐，你会去捐吗？现在啊，可以，我可以捐。你要我现在捐，我可以现在就捐100块，好不好？因为你花88块嘛。如果你希望我捐，我现在可以捐100块。没有，我是希望能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人嘛。对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真的、啊、，OK。谢谢。我们现在马上捐款，对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感觉的问题。对，这是感觉的问题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啊，提莫奇的问题。马上捐款，然后里面不能录影，我要关掉。哦，我是那种微商比较不利人士，嗯，虽然外有时候给人家感觉就是，我有时候对啊，有些人蛮冷淡，蛮不客气，但是人都有一些。自己的内在的那一，嗯 ，OK， 谢谢你，非常好，我们刚刚已经完成捐款的动作了。
非常好。对，这100块不是问题啊，感觉的问题啊。提莫吉啊，捐款的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来这边，谁说一定就只是啊，收集点数？我不能捐点钱吗？100块你没有吗？你没有吗？是不是？非常感谢我们美丽的小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哦，我们刚刚已经6张了，差4张。消费满88送神魔之塔虚宝哦。对，用不到的话可以跟我交换那个、哦、一个愿望哦。哎，看来有被认出来了，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，我们今天有希望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不是那个吗？那个秋咖米嘛，靠背啊，人家那么帅，不要乱讲话、啊，不要乱讲话、啊，对不对？都是姓秋啦，不过我不是秋咖米。”哎，不是那个神魔之塔那个，你是秋咖米？我靠！哎，这样人家咖米啊，情何以堪啊，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讲话。消费满88送神魔之塔虚宝、哦。哎，我在帮 Seven 做免费的广告哎。乖啊乖啊，我们抽一波气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帮我们刷一波气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6、7。一波气啊！我们凑不到10个，我们至少凑个7啊 ，Apple 7啊，好不好？我肯定这电池一直没电了，能够凑一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有消费88块吗？我可以跟你换那个虚宝吗？不是，你虚宝应该用不到呢。哎呀，他不晓得我的意思啊，糟糕，他那个一定有88块啊！哎呀呀呀呀！飞呀飞呀，看到灰色天际，飞过龙的天空，有谁在梦中的人追逐他的梦？哎，有消费88块吗？可以跟我交换？哎，谢谢，非常谢谢。哎，你可以要求我做一件事情。不用，不用了，谢谢，谢谢美丽的小姐，小心骑车。Thank you， 非常好，我们一波气，最后那一波气就终于达成了。非常感谢。Pretty girl， 我看电应该是不够啊，我看一下电量够不够，电量不够，我们今天就是一波期结束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OK， 影片结束了，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换了衣服，我总该惯习一下吧。如果喜欢这一系列大冒险的影片，请记得帮百姓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虽然今天花了几个小时，不过感觉还蛮有趣，而且很有意义。百姓将在7月7号晚上10点实况直播抽出虚宝，抽到了虚宝当中，如果我们抽到霹雳布袋戏电视版木偶一只的话，百姓决定将它义卖所得金额扣掉税，义卖所得金额扣掉税之后，我们将要拿来捐给弱势团体，希望大家在下方留言帮百姓集气，祝百姓抽到霹雳布袋戏木偶一只，好不好？我们抽到就拿来义卖，爽啊！啊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还有个铃铛，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大冒险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